有哎有哎 ，Hello， 早安，志宏早安。哦，我怎么有 echo？ 早安早安，大家早安。Hello， 小巧 ，Hello， 子怡 ，Hello， 三路 ，Hello， 浩毅 ，Hello， 草莓风暴 ，Hello， 阿明。好冷哦，早安。Hello， 前任。谢谢思源帮我分享直播间 ，Hello， 树宝宝。好冷哦，好冷哦，哦头发好乱哦，好冷哦。午安，笑笑宝。刚才想说祖祖怎么还没开，因为祖祖太冷了。Hello， 明月 ，Hello， 塔瓦哥。好，为什么我看起来今天脸有点不是很正常的大小？把我的脸边不要开这么多手脸。嗯嗯嗯，这好像看起来稍微正常一点。嗯嗯嗯嗯嗯，好，奶宝，对，不想紧张。Hello L， 好冷还不多穿几件？有啊，我穿了两件衣服，两件裤子。好冷哦，怎么这么冷啊，真的好冷哦。为什么没有那个你没有那个他是有在跑吗？哦哦 ,Hello, 企鹅。祖祖忽然之间想要看你嘟嘴。你想干嘛笑笑吧，我才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呢。罐头用语什么？有很爱迟到闺蜜阿丽，就有很爱迟到的我。哎，今天有吃蜂蜜吗？蜜蜂族，今天没有吃蜂蜜，今天喝豆浆。在下雨吗？对啊。Hello， 小星星，你的什么？你的蜜蜂族，蜜蜂猪猪。今天是小蜜蜂，居然这么机灵，嘿 ！Hello， 七零吗 ？Hello， 咸猪手 ，Hello， 零零包队 ，Hello， Fun Play，Hello， 艾斯，抓到迟到，嘿嘿 ，Hello， 白白，罐头用语，什么罐头用语？他呢？我的电脑呢？又是宕机的状态哟，糟糕了哦。好冷哦！但我只是觉得单纯嘟嘴觉得很可爱。我差点听到"好可爱"三个字，我就要嘟嘴了。扎笑在收集成员的嘟嘴图。好，你哦，等我一下，我整理一下服装再给你截图。等等我，等一下，我说可以截才可以截哦。我找一个我最可爱的角度。等我一下哦。嗯嗯，可以了。等一下好了，等一下，这样子，快点快点，接了吗？接好了，好，可以吧可以吧。Hello， 阿努纳奇，谢谢风仔的浴衣。别纠结了，你的主脑袋还没醒的。我觉得没有，我就是有点冻僵了，你知道吗？嗯，真的好冷哦，怎么这么冷呢？哦，他又开始滋了呢。好冷哦，今天好冷哦，连洗宝宝了。Hello， 龙猫。Hello， 第一名。Hello， 黄鱼什么？是宝宝什么？幅度有点不足，但真的，你说嘟嘟嘴的幅度不足吗 ？Hello， 明晶直接无视什么 ？Hello， Kevin， 三优笑笑的天堂，那么可爱干嘛？嗯，没办法，就是可爱咕咕咯。我的剪掉好冷，我觉得我冷到我头好痛。太冷了，谢谢小星星的告白。Hello， 老沙。Hello， 明晶。Hello， 啾啾 key， 啾啾 key， 对。Hello， 俊颖。Hello， 坤坤。Hello， 原来。Hello， 俊颖。没有，你冷到感冒了，原来宝。
Hello 双双 ，Hello， 现在发生什么事？帮我分享直播间。Hello 秀英 ，Hello 婷哥，哎，会忽然间有假，这个真的会忽然间认不太出来耶。Hello 加我第一名，现在发生什么事？谢谢你的好多好多寓意。对呀，基隆很冷哦。Hello 我就懒，基隆感觉就超冷的，因为又是那个海边。听到刚刚听到某主播唱好运来，感觉在杀猪还是猪猪唱？谢谢龙猫 ，Hello 一匹狼 ，Hello 坤坤 ，Hello 俊颖，哎 ，Hello 俊内俊颖，对俊颖 ，Hello 季风亮，猪猪躲到棉被里面有，你看我下面太冷了，我真的太冷了，猪猪躲到棉被里，你们呢？你们有没有多穿一点？水泥宝 ，Hello 念琪 ，Hello 原来 ，Hello 朱莉恩 ，Hello 新鲜柠檬，谢谢星星帮我分享直播间，你们有多穿一点吗？谢谢我就烂帮我分享直播间，高雄没有很冷是不是？高雄很暖，你说好冷，我现在动一下就觉得好冷，谢谢星星柠檬的寓意。Hello 包包，甜甜的包包，今天主心都暖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真的吗？谢谢朱莉恩的浴衣 ，Out Out Only， 躲在棉被里面看直播，真假的？怎么那么好？Hello， 韩笑拌布丁。哼啥？今天真的太冷了，不想出门，是不是？算了算了，你今天也别出门了。谢谢658的浴衣，谢谢658，谢谢朱莉恩，空空空，谢谢朱莉恩，谢谢沙鹿帮我分享直播间。我在台南还穿短袖，真的假的？好可怕哦！你在流汗哈？高雄27度，真的假的？晚安，午安，宝宝，苏宝宝，谢谢651 ，Hello 三哟，香港18度，好冷，哎呀，好冷哦！猪猪那次地震你在做什么？我在直播啊，我跟大家一起在就是一起，Hello Kim Song Kim Song。谢谢苏宝宝 ，Hello， 不想让你知道，谢谢 Only 的许愿瓶。猪猪头会痛的话，戴个帽子吧。我今天应该会戴个帽子，可是我现在应该有点不想戴，我现在戴会看不到我的那个。你听，秋末的落叶，你听它叹息着。洗头啊！我昨天有洗头，你今天应该有洗头没错。对啊，好聪明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洗头？安安，他的家。等等就不出门上课了吗？不行啦，不行。祖祖逃跑画面我有存起来。哦哟，你干嘛？台南现在有太阳不冷？真的？哦，真的哦，现在有太阳哦。Hello CJ 1103，好好哦。那时候上班过来关心，没有过来关心。ごめんなさい。大丈夫ですよ，是这样吗？Hello， 嘉阳，蜜蜂猪。Hello， 如哥。哇哦，最近是不是流行那个啊？那个，忽然间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Hello， 水果茶，你好。Hello， 哈哈。Hello， 切尔登，他是讲怎么 ？Hello， 飞镖，祖祖那边有下雨吗？下很大哎。午安，切尔登，美丽，只有炸毛啊，很干净哎。对，我是蜜蜂装。挂听，好 ，Hello， 偶猴哥，特爆祖祖洗头，对我昨天有洗头，耶、yeah, ，谢谢包包带我去流浪，谢谢你，谢谢你，开心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开心哦，谢谢你。干净不等于美丽吧？是吧？干净应该就是等于美丽吧？不过难得我的头发是蓬松的头发，啾啾。
嘿嘿 ，Hello 风仔，谢谢点点的包。Hello 玉超 ，Hello 纪文，是不是该跟祖祖一样买个蜜蜂装了？对啊，我觉得你们可以。我最近好喜欢，就其实我本来平常是不穿盛典的关系，是不是？哦、Hello 小雨宝，有太阳但出门还是要穿外套。对对对，大家要记得。Hello 北原神推，就是盛典，祖祖就是我的太阳啊，耶、yeah, ，小太阳，蜜蜂羊。祖祖洗头最干净了，谢谢笑笑的年度选票。蜜蜂装它会变成林杰前辈的粉丝，真的假的？你是不是小蜜蜂？我是小蜜蜂。Hello Isaiah， 你家有这件？真的假的？你也有这件吗？是不是很可爱？而且我那时候在挣扎，我要买蓝色、黄色的小蜜蜂。谢谢傅伟的喜茶，守护灵印，谢谢你哦，好漂亮哦。紫普的守护灵 ，Hello YM， 傅伟怎么了？这很漂亮哎，这个守护灵很漂亮。冬天太阳都是骗人的，没有，冬天太阳是有用的，是有用。早安风仔，早安包包，一起当小蜜蜂也是啦，竹当蜜蜂一样超好吃哦。Hello 老豆芽。Hello， 鳄鱼。我觉得我今天有点不习惯我的眼睛，因为我今天用咖啡色睫毛膏。忽然之间想说，天哪，这是谁的眼睛？我的眼睛今天怎么看起来好像偏肿？你先出去一下，等一下回来。好，流星好。出门还是要穿外套，有太阳的话。当然。哟，鳄鱼，舌头打结。我今天舌头一直打结。Hello， 贾鲁特。宁杰前辈是女王蜂，你什么时候变成人家小弟了？可是我真的好喜欢哦，而且我觉得粉红色、蓝色的条纹也好好看哦。Hello， 泡芙大叔，出门还是要穿。对对对，抱歉，有工作责任来签到。好，没问题，鸡丝羊，你赶快去上班。Hello， 查理秋，午安，泡芙大叔。我相信你说约林杰前辈吃饭吧，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哦。可是说真的，我以前其实是不穿条纹的衣服，我看到条纹衣服就觉得不好看，然后就在今年哦，我看到所有条纹的衣服就觉得天哪，好好看哦。今天是什么蜜蜂的衣服，很可爱吧？蜜蜂装，穿这件赴约吗？好啊，好像有点不错。对，我被那个条纹洗脑，蜜蜂洗脑，一种真香的概念。你说穿这件去找林杰前辈吗？很赞哦。Hello 志祥，因为我老，真的假的？这跟年纪是有关系？头发今天怎么那么炸？这跟年纪是有关系的，是不是？看起来好狼狈哦，天哪，我这样。今天没有出纸袋，不能送礼物，没关系，你先去上班啦。不是查理秋，是 Hello 米宝宝，是鸡饲羊去上班，对不起 ，Sorry。Hello 阿贵子 ，Hello Jack， 笑哥好好说话，笑哥说啥？笑宝说啥？你说我老了这件事情吗？今天是蜜蜂装，米宝宝，我刚怎么没看到你？我有认识很爱穿黑白条纹，我真的不行耶，黑白条纹跟红白条纹是我还是到现在没有办法接受，那不行啊，那个不行，那不行，那是那个监狱装，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阿贵仔，笑宝宝想要活久一点点，就。对吧？还想活久一点，对吧？祖祖好老哎！我在看隔壁狂送狂超狂送礼，你说那个，我刚刚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火箭雨，火箭雨。Hello 汉，二戒被抓走就要穿那件啊？我才不要嘞！我才不要被抓走 ！No！好冷哦。Hello 小易。他觉得祖祖老一定是好运来听的不够多，我也觉得这样，他也没有感受到我的热情。四个帝王阵，好可怕哦！他说志伟哥，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该不会又是刚睡醒吧？对，
没有黑白条纹的衣服，我没有黑白条纹的衣服。黑白条纹不行啦，不行，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因为以前的条纹几乎都是黑白条纹跟红白条纹，我觉得不行哎、欸，我真的觉得不行。Hello 树宝宝 ，Hello Rock， 并没有，并没有，主桌只是想要抓走粉丝。你们要穿哦，我应该很开心。抓起来，绑起来，搞不好祖祖特别适合。我真的不喜欢。Hello Rock，Hello 查理秋，午安。Hello 威宝宝 ，Hello Rock， 午安。对啊，监狱装是黑白条纹呢，我觉得不行，假牙。拘捕你，从此是我的。哎，那你们穿也从此就是我的了吗？切 Rock 的浴衣，今天没有画面，真的、哦，今天没画面。刚中场休息，觅食中，只有30分钟能吃，赶快吃，赶快吃，米宝宝，快快快快快，3分钟吃完，赶快赶快，猪猪盯我，没有，不行，不可以，不可以乱盯的。哎，那个蜜蜂乱盯是命脉哎，不行不行。午安晨 ，Hello 笑笑宝，欢迎回来。我也觉得不行，没有猪猪的时候。你说没有我的话不行，对不对？我也知道，陶瓦哥，我是你的小宝贝。Hello， fans， 20°C 吗？2°C 吗 ？Hello， fans， 蜜蜂砖可爱吗？晨 ，Hello， 黄鱼，哎，黄鱼，你看小蜜蜂，跟你一样。那祖祖亲我，出镜出镜，真的出镜出镜。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穿那个红白条纹或黑白条纹，你看是要。你看是要走国外的风格，还是要走中式的风格？请自行挑选颜色。握手会穿女警，我们就会穿黑白条纹。真的假的？真的吗？可是我哦，我不行了。蜜蜂叮完，生命就到尽头了。对啊，被笑笑。你今天好亮哦，但我没有你的竹音，我可以。什么意思？我今天好亮。哦，你说，我今天很漂亮，但是如果有没有，但我没有你的声音就可以，所以如果没有声音的话，我就很漂亮的意思嘛，飞镖。听歌啊，听歌，你忙完啦，你回来听了，还是竹穿黑白条，我们穿警察，我才不要嘞，我不要，我女警很可以，我觉得女警不要不要，不行，我不行，我没有办法，你们全部人穿黑白条进老大概起小吧，画面超亮的，真的、哦、画面很亮啊、哦。午安悬崖，还是我今天就直接盘分，怎么办？不听话的刘海，好久没有刘海了，有想念吗？猪猪，你不是小宝贝，你是我的分贝哦，可以，我觉得分贝不错，哎，我觉得很棒哎。我是你们的小宝贝，你们是我的小分贝。你条纹为什么丢光了，是宝宝？是不是家养我在发光？额头很亮哦，而且你看我这边又快要长一颗痘痘了，好痛哦！想看祖祖疯掉团购黑白条纹？不要，不要，不行。还是我要合照会那样五花大绑去找你，好期待哦，好啊。Hello 阿翔，但是我比较想要当我的宝贝，所以我是啊，所以我是你们的小分贝，你们是我的小宝贝，这样吗？今天吃番茄火龙果苹果三明治。什么本来就胖了？你是我的小宝贝，我是玻璃贝，玻璃贝是什么？哦，我是你们的高分贝，你们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哦，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我好喜欢哦，怎么会这样 ？Hello， 阿翔。我真的开表单团购 DC 填一下，不要。玻璃做的背，为什么是玻璃做的背？我是阿北，为什么你是阿北是宝宝 ？Hello 金灭大叔，厉害耶，我觉得这很棒哎。我是你的高分贝，你们是我的小宝贝。我好想改哦，我想改我的那 catchphrase。
所以要插头发衣进去吗？竹马喜欢吗？我来跟他讨论一下好了。我顺便问一下我的可爱团们。哦，要飞镖，我差点念出来啦。好要，飞镖，我差点念出来。新的，这是凯区 Flash 的日文吗？诞生了。跟姐姐说一下，应该可以改，可以，好像可以改。可是我要先确定我要改再改。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哇，好热。我很喜欢这首歌诶，公主殿下。一年改一次好像不错，哎，我也觉得耶，厉害耶，能够忍住不念出来。我刚才那样，然后我就念出来了，飞镖变掉啦，没有骗到可惜。我真的差点念出来，跟姐姐说一下。好 ，Hello 瑶 ，Hello 超哥，大哥手下留情啊。Hello 易凯。一群人穿黑白条纹靠手铐排队，警察应该真的会来。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吗？但是这样真的有点渣，为何每个人都是你的小宝贝吗？你们是我的小宝贝，哎，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讲完后面要接什么？开唱好运来吗？100分啊，最后接100分啊！我是你的高分贝，你们是我的小宝贝，好，100分。怎么样 ？Hello 玉超 ，Hello John， 你不用手铐，我不用手铐，你会自己绑起来是不是？听歌 ，Hello 鱼尾狮，嗷嗷嗷，我不是他的，你们是。等等，不小心被警察带走，祖祖要保护我们吗？保你们吗？嗯，考虑一下。谢谢树宝宝的 love love。谢 Rock 的100分 ，Hello Kuma， 好像可以耶。你说 Catchphrase 对不对？谢谢树宝宝，我不是你那列啊，我竹马列的，没有，你是我这一列的。Hello 佛朗克 ，Hello 天天 ，Hello 地狱奇迹，静静的看着你们被绑。我可以指定竹马宝吗？竹马可能会考虑。Hello ULT。Hello 水，是水哦，水，谢谢树宝宝的啦啦啦啦啦。我不推祖祖了，我要去找祖妈。嘟嘴巴是要掉猪肉，为什么要掉猪肉？哎，不行，你好可怕哦！我是你们的高分贝，你们是我的小耳贝，才不是小耳贝嘞，不行，不可以小耳贝，是小宝贝。呵呵，竹马有利哦，哪里可以买？那是非卖品，非卖品。Hello， 鱼尾狮，竹马列，请在我后面排队，尊重一下哦。竹马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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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哦，他现在比我还要受欢迎了。Rock 什么的，可是我们都耳背啦，没有，你们是小宝贝，不是小耳背。情歌永远是第一个，城是第二个，然后以此类推往后排，不用买竹马列吧，自己绑就可以了。Hello 的泉，安的泉，啊，你说什么？所以我的那个到时候长颈猪改的话就要改什么？小耳背啊，长颈猪还是可以叫长颈猪。Hello， 飞宝宝，飞宝宝，我跟你讲，我们刚刚想了一个 catchphrase 新的，你要排第三个吗？如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还是其实当初报名甄选是竹马自己？哦，没有，这个可能没有。竹马不是走这种风格的，竹马是走帅气风格的那种。竹马列真的会开吗？没有，笑死。Hello 虎月竹尾，说来听听，你们是我的，不对，我是你们的高分贝，你们是我的小宝贝，100分，对，高冷风的，没有，竹马是走高冷系。哦，没有到高冷系，竹马是凶神恶煞系，好像可以哦，对不对？我也觉得还不错。Hello Leo，
Hello 小仓鼠。可是我觉得竹马小好像比我红，竹马以前也比我红啊。竹马以前也是，我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吗？竹马以前也是模特儿。这次公演我们居然可以提供让你们 MC 的题目了，真的、哦？你们提供了什么？竹马是冷静帅气风吗？他是，锅贴很好吃，真的、哦？你吃锅贴好好、哦？对啊，飞镖真的。哦，第一次听说吗？这样说竹马可以吗？可以啊，你有说啊？我有，没事。好像有听过，其实上次就可以了。竹妈爆裂了。你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竹妈吗？就是其实我也是自己是很喜欢，然后竹妈就说好啊，那你就去吧。但其实本来竹妈是有点反对的啦，推竹妈，竹爸是怎么？竹爸这个我不太确定，我想一下，我不知道，我好像。这可能要问竹妈才可以，我好像没有问过竹妈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讲。好，等你回来，如哥。竹妈真的要爆裂了哈，因为竹妈说这个行很辛苦，就是竹妈就是之前不是也是这一行嘛，然后她就觉得这行很辛苦，她就觉得说希望我不要就是跟她一样那么辛苦，她本来是希望说那我就走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哪一个工作不辛苦？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奔波的那种，就是不要一直奔波，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比较好。就是本来是希望就是去弄，比如说捷运局啊什么的这种。你说要走一样的路的时候，他有生气吗？他说你确定吗？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学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三分钟，就觉得哈。好累哦，我不想学了。这样，然后后来就说，那你学这个，你学那个，然后学一下就觉得好好累哦，我不想学了。这样，对，然后我找了一个要，对。然后那时候我小时候跟竹妈说，我真的我不想，我不要一直跳舞，跳舞好累。然后我就现在跳舞，但是又现在真的自己在跳，又不会觉得说真的很累还是什么的。但是小时候就会，因为那时候小时候竹妈本来说要问，就是竹妈那时候本来是希望。我走，就说一开始啊，就是本来是希望我走这种，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Hello, Steven， 真的。然后后来因为我说我不想要坐着，然后跳舞，对，动物园、长颈鹿园区也是固定的，猪可以考虑一下，还不错，就是只要走出来，然后吃叶子这样。你根本坐不住，对我正坐不住。然后后来竹妈就说：“那既然这样，就让我去走，因为我竹妈以前是走，她在更早以前是走芭蕾，就是跳芭蕾的。然后竹妈那时候本来是想说，那既然这样，她就把我送到那个什么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说让我就是把我以那个目标为准，然后把我送到国外去练芭蕾。”然后就后来我就练，我就说好累哦，我才不要嘞！啊，跳芭蕾怎么这么累啊？我不要。一样是模特啊，有观众，有摄影师。对啊，不错。Hello， 钟勋 ，Hello， 思源。工作稳定，内容简单，能够准时上下班的工作。对，竹猫本来是希望这样。对，吃叶子。对我真的静不下来。Hello， 小勋。跳跳跳呼，你爽，真的人不能贴纸。哦，跳活力送是不是？真的耶，真的不能贴纸，真的不能贴纸。那时候还想说不可能，我未来不可能跟跳舞有关，绝对不可能。然后我后来有一次在练舞的时候，就忽然间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有跟可爱团分享这件事情，可爱团就一直狂笑我，尤其是阿丽啊，一直笑我。芭蕾可能更硬，真的，因为那时候跳芭蕾真的太累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跳舞可能真的。可能那时候又跳芭蕾，就会觉得其实芭蕾真的很孤单。谢谢星期宝宝，你看你走。对啊 ，Hello 玉安，我也觉得以后不可能看偶像，绝对不可能。对，因为芭蕾真的孤单，芭蕾练到后来，你的腿会受伤。对，真的芭蕾很累。好，喵喵，你赶快去休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觉得，因为跳芭蕾其实真的很孤单，会真的就不是只有身体很累，就是还连心也会很累。谢谢新鲜柠檬的寓意。其实芭蕾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孤单的一个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可是我觉得要跳舞，应该就是我很喜欢大家一起的感觉。现在大家就是一起嘛，现在就是大家一起跳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累。芭蕾其实没有，其实跳舞其实都蛮累的。还好当了模特儿和偶像，是这样吗 ？Hello 喵喵，你今天的眼睛怎么看起来怪？我也觉得怎么觉得今天眼睛怪怪的？噔噔噔噔噔噔，你公演要跳芭蕾哦？没有啦。我推眼镜推习惯，我刚刚要推眼镜，好好笑哦。我想说我要推一下眼镜。不敢想象你其他职员有多可怕。其他职员是什么意思？不要，我要把我的刘海弄回来。他好烦哦，他会一直掉下来。算了，我干脆直接让他放下来。好，这样。那个，想想现在如果祖祖当公务员的话，世界最正公务员。没有，我没有要跳芭蕾，没有。还好祖祖最后当了偶像，让我遇见你。嗯，真的，因为后来其实我后来也很常，这个是什么？好可爱哦！滴滴答滴答滴啊，滴滴答滴答滴。其实没戴眼镜是我可能会做出这动作才想到没戴。对啊。哦，不要突然唱二姐歌。气氛不错吗？史上最正吗？认可耶、你当公务员的话，我就不用准备耳塞了，我可能就是会常在那个公务员里面唱。大概正妹日报会有报吧，我希望可以。 Hello 大福哥。当公务员的话，那今天应该会很嗨吧。真的吗？真的很庆幸你来当偶像，才有机会认识你。对啊，我也很开心，我有来到这里才有办法认识你们，我真的蛮开心的。谢谢大福哥帮我分享直播间。然后后来，反正后来我就本来要去芭蕾嘛，然后芭蕾我就觉得太累了，我就又想说算了。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来练钢琴。然后练，想说啊，不行，练钢琴我真的也不行。Hello 451，当公务员一定会看到主跟民众吵架。哦哟，不行啦，不可以。Hello Funplay。最近 IG 推荐我买耳塞耶，真的假的？还好你有来当偶像，真的我还蛮开心的。在公司外面就听到里面有人在大喊，我盖门锁的。如果你要聊这些，背景音乐稍微小声一点，太大声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听得到吗？宝宝你是最棒的，这样子听得到吗？谢谢星期宝宝帮我分享直播间，真的很庆幸你来当偶像，我才知道模特儿还有这么强。但我真的也蛮常被说很强的，在以前 ，IG 是不是觉得，是不是知道我太吵？没有，我觉得是你们太常讲耳塞，打耳塞，耳塞，耳塞打久了，然后那个 IG 就知道你们要那个买耳塞。好，我不用太用力讲话哦。火龙果的味道挺无语啊！我的苹果，啊我的袋，不可以浪费食物。全开，别说我只是你的可代表。不开心，鼓掌。灭霸的存在。不是很康，是祖祖的音乐。小北看到工程用耳塞，什么是小北？我没有玩食物，整间办公室都这首歌，公务机关有点可怕。我可能每天，哦哟，我又把什么弄掉了？今天到底在干嘛？嘿，我在吃饭，然后看到我这样，怎么了？投奔自由了。耳机真的要换了，耳机的动圈被我弄坏了，赶快换一个啊！赶快换一个跟我一样的耳罩的，一直喷妆。Hello fans， 谢谢万神帮我分享直播间。我怎样？投奔左右。
惊奇宝宝，你不要一面吃一面拆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很深的味道，是因为那个小黄瓜吗？好深的味道。逃跑了，冷门美食。我才不会拆迁的，不会。为什么公庙可以每天上好运来？我吃完了。我再喝一点，可是还。公命幸福改运啊，变好运是不是？一定是最棒的。吞下去再说话。好，妈咪。Hello L， 妈咪妈咪，我跟你说，刚刚他们帮我取了一个新的，不是取了，帮我想了一个新的。Hello 冰冰，想了一个新的 catchphrase， 就是那个猪猪兔兔。我属于祖祖那个，我不要看到吃的东西喷在镜头上面。好，廷哥为什么都喜欢一些奇怪的？结果是他说，我就会说我是你们的，他们就要说高分贝，然后你们是我的小宝贝。妈咪，你觉得这怎么样？这绝对不是祖祖的锅，毕竟是便宜的耳机。真的不是我的错 ，Mina 族 ，Mina 前辈族 ，Hello 晴晴，然后喊100分，这样可以哦。我哪里喜欢奇怪的？你都喜欢奇怪的呀。长颈鹿转职仓鼠，我是蜜蜂仓鼠猪。面包是什么？蜜蜂是什么？蜜蜂、仓鼠、猪、长颈鹿、小蛋糕，欢迎。嘿，他是阿志，所以祖祖等于奇怪的吗？蜜蜂、仓鼠、长颈鹿，还有猪。我也是蜜蜂哎，对啊。脖子比较长的仓鼠，哎呦，好可怕、哦！这样是四不像吧？什么是四不像？你是个外星生物，我才不是外星生物，我是可爱的祖祖。的心融化掉，小猫猫，这是什么神兽吗？我是九级神兽。蜜蜂身，长颈鹿的脖子，有仓鼠的头，外加条猪尾巴。哎呦，好可怕！好可怕！动物讲是最可爱的猪猪，对，我是最可爱的猪猪。怎么了，猪宝宝？结果合照会花絮，你跟姐姐们抗议我们的被剪进去了。对啊，上古神兽，我本来就住在这儿吧，就。来地球遇见大家，对不对？来这里就是要遇见大家的呀。Hello 小白兔 ，Hello 明晶，祖祖等于麒麟，而且还很稀奇，不止可怕，还很稀奇。我也觉得有点可怕，有点稀奇。欢迎回来，鼠宝宝。看到那一段花絮，直接笑出来，那一段真的是好用。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可是有点可怕，长得有点可怕。Hello， 地狱奇迹，来地球祸害你们，唱好运来给你们听的。我来就是为了遇见竹妈，遇见我吧，听好运来吧，是吧？应该是这样吧。迷恋上你的坏笑，我就喵喵喵，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谢谢大家支持哦，妈咪，你不可以再圈粉了。
我的粉丝都要跑到你那里去了。Hello William， 谢谢小蛋糕默默陪伴。先遇见你，再遇见竹妈。好，可以。我走错了，我是要去找竹妈的。好哟，明明有可爱的喵喵喵，为什么要好运来？因为好运来好听啊。我听好运来都被你训练到有抵抗力了，你的能力啊，真是太棒了我。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觉，每天都锻炼着你的好。谢谢小蛋糕的告白气球，谢谢你。Hello 小易 ，Hello 地狱奇迹，结果就被竹妈圈走了，转推竹妈，好哟。Hello 陈猫头，遇见竹妈以后改推竹妈。Hello L， 感觉宝宝你是最棒的，如果主场你一定红包。耶、yeah, ，好适合我，谢谢小蛋糕的真情告白。Hello， 我爱臭袜洗脸，哎呦，这么特别。转推啦，转推了啦，哦，不行。竹妈麻烦三月场外开个握手列哦，真的都被竹妈圈走了。谢晴晴默默陪伴 ，Hello 星空。对呀、啊，你真的喜欢臭袜子哦。竹竹没有粉丝了 ，QQ， 我很特别，没关系，你跟婷哥一样，我觉得你可以跟婷哥竞争一下 M 柱的部分。谢谢谢谢晴晴的真情告白。照片更特别，什么东西照片更特别 ？Hello， 鳄鱼，场外握手会不行。竹马有开通，有开的话要通知的，我要去找竹马。哎，你们都这样。谢谢小蛋糕爱竹竹哈，你对啊，我都用臭袜子洗脸，好酷哦。Hello， 友山。M 柱是多 M。不是啊，我们公认婷哥才是真正的 M 柱，是不是 ？OK OK， 好的好的。究竟刚刚是怎么戴着耳机听竹竹直播可以睡着？真的哦，小易，我是不是有一种温柔婉约，然后就是治疗人心的感觉？竹竹干嘛穿反？这才不是犯人装，这是蜜蜂装。Hello， 晴晴 ，Hello， 整系男子 ，Hello， 830。而且臭袜子穿好几天了，这个不太好，这个可能对你的脚脚不太好。今天竹竹整体看起来很好看哎，真的假的？我今天因为我今天洗头啦，治愈人心有啦，前面基本上温柔婉约治愈人心，那是代表耳朵已经坏掉了。这里不是竹马树，是我的，我是拿来洗脚、洗澡、洗脸的，不是洗脚的，洗脸的。那你脸脸会不会有臭臭呢？好看加一，谢谢小蛋糕，谢谢你 ，Hello WZI， 谢谢你默默陪伴。如果觉得不舒服就掰了，就掰了它吧。哦，还好没有不舒服，但是我是怕它脸会烂烂呢。洗脚，谢谢 WZI 的我来签到了。你去看我的头贴，好，我来看，看一眼。很可爱，你再不洗头，我就要环保局检举了。Hello， 小峰，谢谢小蛋糕帮我分享直播间，请不要检举好吗？明明就是看不出来吧。竹竹的身高是遗传竹妈妈是。竹竹，我去休息了，晚点要去上班了。好，志宏，反正这个我二戒不起来。什么？你二戒不起来？安努纳奇哦，谢谢臭袜子追踪，谢谢志宏的 kiss 啾啾。你的青草带回不笑，还是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看不出来。Hello 451，洗一下好了，不然不止环保局，你打消防局了，得打消防。为什么？找环保局没有用，我们找国军化学兵好了。哎。才没有这么严重好不好，我的头明明就很干净，干净的头壳啊，记得保暖哦。拜，好，志宏拜拜，你也要记得保暖哦，注意安全，不能像上次那二戒玩掉他。你好坏啊婷哥，那人家明明就是可爱小宝贝，对不对？外面好大声哦，
你没有洗头看得出来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就知道没洗头。我有洗，我真的有洗，油度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真的假的？我昨天才洗头好不好，夸张。可是我怎么看到你头上好像有东西跑来跑去，很干净啊。你是看到爱心吧，还是看到亮晶晶漂亮的漂亮的头发？一定是看到爱神，爱神丘比特。噗，今天我说我没说你今天，我昨天晚上有洗，今天当然没有啊，今天才刚开始。上次那真的很好玩，好可怕哦！哦哟，好恶心呐！你飞镖没有？那个我跟你讲，我之前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就有一个 YouTube 影片推荐我看那个头饰影片，我觉得超恶的，一定是因为你们打很多头饰，然后就看到那个头饰，我就真的觉得好恶心哦。有点毛躁的头发。Hello 水锤，听不懂小蛋糕。Hello 天天，对，是你们，真的超恶的。我有洗头，我有洗头，今天有。然后你看完还是我有洗，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洗。对，我对你们一定是你们。然后这样就算了，我前几天还看了一个很可怕的影片，就他在讲说昆虫的寄生虫。哦，超恶心哦！我在吃饭呢，猪猪，你现在是反杀我一样。表情有没有觉得就是哦，那个食欲大开？你要讲快点，不然我以为你要说你以前有一次没洗。哦，要没有，飞镖，我没有，我一定要好好保养我的头皮。我最近是掉头发啦，我的头发都掉光光了，你看我发线越来越高了，不行，这样不行，这样真的不行。快吐了，对不起小蛋糕。铁线虫吗？铁线不是，好像不是。我有那个，我有看到超恶，你有看到对不对，陈？因为我很喜欢看五件小事，就是 YouTube 有一个什么五件小事，头发100收，你说掉的头发吗？好可怕你，别说了。好的，小蛋糕。昨天国才跟我讲昆虫大全，今天跟我讲你们两个太有才，真的假的？前天国才讲是不是？Hello 玉祥，那我觉得我刚刚看到应该是一样的，尤其是彩，对，那个彩色光亮真的超可怕的，超恶心，真的超恶心。晴晴，哔哩哔，变秃竹，对啊，我的头发真的不行，不可以再拔头发了，不行，我头发越来越少，真的越来越少，这是我很困扰的一件事。你们知道有一个叫什么什么 Hero Max 吗？还是什么 Hila Max 还是什么？有一个那个头生发的发箍，你知道吗？我超想买那个生发的发箍哎，还好吧，很可爱的昆虫，昆虫很可爱啊。可是我看那个影片有点不可爱。Hello 人好，吃饭中，林哥也在吃饭呀。哎呀，台北有下雨，现在好像没有了，变秃竹就完蛋。对啊，这样就完蛋。Hello 玉祥，玉祥今天也可以看我耶，好棒哦！现在有没有想起飞镖？飞镖，我跟你讲，你给大家看你的，我帮你念出来，给那些吃饭的宝贝们来哦。我们家飞镖说，现在有没有想起蠕动的样子呀？你是否绑头发的时候太过用力？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会一直做造型，比如说拉直头发、绑头发，然后什么，比如说有时候我还会弄卷卷啊，然后头发就一直断掉，然后头皮就越来越没有头发，头皮就没有头发了。哇哦，电电啊，耳爆！你讲的我没讲，是你打的飞镖，不是我。祖祖秃了也变强了，为什么秃了会变强？谢谢阿凯的浴衣，谢谢你。昨天晚上放假，开始放11天，好好哦。Hello 整性男子，叫莉莉把假刘海借给我，没有，我自己有假发。Hello 胡说白道吗？飞镖都是飞镖的错，就丢锅给他。还好我没有在吃饭，很好很好，思源，飞镖会飞，我只有打字。没有，我要把锅丢在你身上，想害我啊？对呀，想害你啊，害你啊，飞镖。
这个一律建议剃光头，不行，我要生发。十个富人九个哦哦，好吧，一拳超人，一拳超呵呵，点一首，等我一下好不好？玉祥，等一点的时候播，不要好了，50分的时候帮你播好不好？好了，我现在帮你弄好了，现在帮你点。忽然间想到啊，一点好像快要关播了，不行不行。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凉爽。爱情今天到1:20，20分，那是什么歌？ Take me down 吗？好， Take me down， T-A-K-E， Take me down， 哦滴W， 不是 M 吗？我答案错了。Take me down， 谁的歌来着嘞？麦克的吗？麦克，你的歌在哪里？麦克。哦，有了，好来 ，Hello 索隆，今天到1:20哟，大学仔对，中午直播会比较短暂，只能短暂跟你们见面，头疼啊，你咋头疼啦，听哥 ，Hello 胡索拔刀来，神力女超人1984，才两句你就把歌唱坏，中午直播对，今天对大学仔。1:20，你不要再麦克了，麦到我都想吃麦克鸡，去买，赶快去买。Hello， 心颖 ，Hello， 可爱心颖，他为什么是女生的声音啊？麦克是女生哦，还是有 feet？ 还买什么？乱唱是日常，吃饱了。哦，你说麦当劳吗？你们赶快去买，好好吃。霹雳游侠李麦克，我刚刚吃煎饺，还我也蛮想吃煎饺。还有1103，祖祖是否忘记合照会了？我的肚子，我现在最近超胖。上次我掀开我的肚肚啊，被竹妈看到，然后竹妈就天哪！你怎么胖成这样？你肚子怎么凸 ？Hello 9852，再吃小肚肚要跑出来了，真的不能再穿那种半截的，不然到时候穿半截又被祖妈看到，祖妈就要说：天啊，怎么那么胖？好听好听，这首歌好听。这次我消音了，你打什么 ？Hello Lidile 怎么念啊？我在吃就差了啦，就怎样就胖了啦，是吗？掀开肚肚是看到胃吧，就整个肚子啊。你胖了，那我们怎么办？我最近真的胖，我胖了2公斤，然后我被可爱团骂爆，说你太夸张了吧。然后那个潘潘还说，真的假的？你这个数字有点可观哦。水泥宝，还好都没有胖，你要吃胖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家莉莉会说你。莉莉是很在意你有没有胖的，有没有瘦的人，难怪刚刚吃的这么健康。刚刚吃的很健康吗？没有，我早上本来就不喜欢吃太重口味的东西。祖祖觉得好听，玉祥很可观哦，我也觉得潘潘都说这数字有点可观哦。不是才没有，51好吗？足足2公斤的，真的假的？美英前面比我多是不是？可观的部分，那个字打出来，你想陷害我，我才不要打出来嘞。就是飞镖打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哦。你们喜欢 Rehab 的歌吗？我觉得 Rehab 的那个都蛮好听的。
因为 Rehab 的那个电音系列都蛮好听的，可是我现在没有要放电音，因为太嗨了，我们要放一点这样轻松一点的。所以总数来说是多少啊？就胖了2公斤啊，变51了。跟平常的食物比起来，刚刚那个三明治长得比较健康。哎呦，大哥哥，可是因为他一直很烦恼。是51吗？我有点想看看60不行，因为他一直很烦恼，很烦恼什么？真的哦，我也觉得神威那个真的蛮好吃，蛮健康，蛮好吃的。Hello， 麦尔威，呼，51还是抱得起来啊？51应该可以，55俱乐部不要55俱乐部，55俱乐部好可怕。不要，不要，嘟嘟嘟嘟嘟，好开心啊！怎么会这样？忽然间觉得好开心。Hello， 戴戴，我觉得我之前心情莫名的。有点好，但有点紧张，不知道，就是心情很好，但有点紧张，可能是因为又要期末考了吧。51还能算够支撑的范围，可以，51还可以，60俱乐部比啊，171体重在51到55左右，不行，55就胖。新的商业模式，每突破一个数字就有一个俱乐部，不行，不可以这样。这样不行啦，我这样子会被那个ban掉。Hello， 你的老公你好，你的老公60欢迎你。结果突然觉得我颇胖，你颇胖啊？为什么？可是不行，已经跟你真的很熟，你真的太熟。竹最轻多少？49，我不能再轻了，我再轻的话我会月月来不了。期末考什么的，你请放弃吧，会比较开心。不行，我一定要全部都准准的毕业。不行，我的打赌才会赢。Hello， 陈会断掉，对，会断掉，就月月会来不了。肥肥你好，比不赢。49是要逼死谁？49还好吧，49就是偏瘦这样。真假那还是控制在50上，对，我要49，49是最低，我48我月月就来不了。演什么啊？不要石头，祖祖会控制体重，这样很好。对啊，我不能让自己太瘦。请现在放弃，假期就开始了。不要打赌，打什么赌？他们说如果我有准时毕业的话，他们什么说什么会倒立走啊？没有啦，没有倒立，朝什么穿女装啊，还是什么穿比基尼绕一圈乌梅剧院？祖祖再亲下去我就会害羞。哎，大哥，倒立吗？本来不是说要倒立吗？可是后来不是说不行吗？飞镖是谁？飞宝宝，对，我记得。可以点一个 false 吗？军中学长分享给我听的。好，等我一下，等我这首歌放完好不好？谁跟你打赌的？你们大家，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Hello， 一日吗？是一日吗？谁说的？你们呢？卡华哥不能，但我可以哦。你们一定可以，你们有答应我的。说要穿女装绕一圈乌梅剧院，你是不是念到飞镖飞宝念到打结了？对，你们被打结了。飞镖飞宝宝 ，Hello 毛良 ，Hello 毛台，我不会害羞的。好，听歌，好，可以了。Four， 帮你点歌。F A L L False 吗？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S？ 还是 Four？我带不过去 ，false， 是谁的歌嘞？哦，我找到了呢。飞镖飞宝念十次，飞镖飞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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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好吧，你好像搞错了，算了，什么？草莓风暴，以为顺利毕业，集资买看板，
贺祖祖成功毕业没有？耶、yeah! ！谢谢水泥宝，灵魂急转弯，新的耶！耶诞跨年首选，好酷哦！灵魂急转弯新的 ，Hello 毛良，飞宝宝，对呀、啊，飞宝宝能点 OD 的分，哦哟，我点了，念完了，所以我是谁？飞镖。Hello， 嘎逼，谢谢你的语音。Hello， 鬼子哥，呵，原子族顺利毕业，赞！谢谢思源。Hello， 加糖咖啡，我搞错什么了？超羞耻，这个感觉是惩罚，超羞耻。你说穿衣服吗？哎呦，不错哦，我是不是很棒？当然，我真的是。100分，我你们高分贝我，哎，我觉得好像蛮不错的，我觉得蛮好的。这是什么羞耻 play 吗？我觉得没有啊，这是帮我庆祝。然后你们要绕一圈，然后还要说，然后还要大声说恭喜祖祖毕业了这样。Hello 玉山 ，Hello 龙宇，等你。等你石头，我再去献花，我才不要嘞！如果哥，我一定不会石头的，我一定会准准的，就是这样。好冷哦，石头啊，岩壁，你。我给我听这首歌的学长原本是突击队，在美国出生的，真的、哦、在四八奖毕业，在四八奖毕业会吓到，不是啊，不是，刚刚塔瓦哥不是说祖祖你再亲下去他会害羞吗？我说我不会啊，哦，我以为你是说我不会啊，我穿那个女装走一圈绝对不会觉得什么害羞吗？在板板下面写哦，感谢各位教授鼓励。塔瓦哥，你说你不会害羞，如果祖祖顺利毕业，我就穿裙子在物美剧院转一圈。祖祖再不洗头，就啊、哦，我有洗头。Hello 心莹 ，Hello 石头，这首歌我昨天听3次，这首歌蛮好听的。女装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也没有赌，谢谢。有你们有赌。Hello 双双，可以点歌响应。如果祖祖顺利毕业，我就会去吃烤肉。我也想吃烤肉。不好吧？会改成更爱你，可以吗？可以，穿女装也可以。好期待笑笑穿女装，感觉很适合哎，会很妖娆的感觉。嗯，妖娆。祖祖再不洗头，我就哎，不要这样子啦，玉祥哦，先不要，哥先不要，拜托。塔瓦哥，快点叫那个塔瓦哥在吗？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塔瓦哥的留言？为什么？哦，挺少哦，艾特挺少，艾特挺少，草莓奖。哦，你艾特挺少，不是穿黑白条纹吗？不要黑白条纹，不要冲动啊，拜托一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没有啊，我觉得以我的印象，我觉得笑笑很适合穿女装，感觉有点妖娆，对，一种性感的老师的那种感觉。我想要点 Under the Tree 啊、哦。我只知道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Under the tree Under the 哎呀，我打成中文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什么笑歌女装笑哥女装代表，我觉得感觉笑笑是超适合穿女装的人，感觉一定是 very very 的 sexy 了。欧里是谁啊？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什么？笑跟女装的，今晚我想来点竹竹的直播，是否赞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很旧的歌？有，好像是这个吗？想看，笑笑认命吧。你看啦，笑笑宝跑掉了。Hello， 晨晨。对，好听。Hello， 风。跑掉了。Hello， 阿努纳奇。笑笑跑掉了，他跑掉了。你看，他不认命，他就是害羞妖娆的部分。谢谢飞宝宝，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的不行，你这样好听 ，Christmas 的歌感觉很适合在那种逛街的时候听，好听啊，哎，好像咖啡厅的歌，哦，笑笑回来了是不是？哇，40张被祖祖轰炸耳膜5分钟，应该比较像惩罚吧。不会惩罚，一定很快乐。我无法突破障碍，你为什么不能突破障碍？笑笑，给祖祖听英文歌，不是只有 Carry Me， 而是多变化不一样的风格那样。对，你们可以给我听不一样风格的歌。Hello， 西瓜，哇、哦，好冷哦，我等下出门怎么办？太冷了，好冷。为何祖祖刚？听到笑跟女装的时候吸了一下口水，就是不错，就不错。台北很冷，我来温暖你呀、啊，你们都是来温暖我的呀。飞宝宝，你回来了，你在吃饭吗？还是你要上班啦？不要出门就不冷了，不行，思源，我还是得上学，我还是有我该完成的使命啊，我的使命该做好。哎呀，啊！这个天气，好想睡觉、哦。地上大衣外套，美味可口，笑笑女装，好可爱的感觉哦。这首歌才衬托竹的气质的，下一秒我就打哈欠了吗？竹还在读大学吗？啊，对，西瓜对，我是在职学生哦。收赞，吸口水。小一怎么了？哎，苏宝宝回来了，苏宝宝 tree baby tree， 哎， baby tree 好像有点可爱。祖祖还读大学吗？对啊，哎，停歌的话是什么？停， baby 停，不对， brother 停，对， brother 停。笑笑宝 baby。Smile，Baby Smile 乘二。Hello 蓝，好，好小易，小易的话是 Little E，Little Wing， 哎 ，Little Wing 好像有点可爱。Baby IKEA， 哎，我觉得可以 ，Baby。停歌是歌哎，所以他应该是 Brother IKEA。为何停歌啊？你是停歌啊？对吧？Sorry， 嘟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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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我取的名字取得很好吗？那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嗨，不对 ，loudly， 不对，嗨，高分贝的英文是什么 ？Sound 吗？Hi Sound， 哦，蛮酷的 ，Hi Sound， 哟，奇妙的名字 ，Hello 查理丘，小一休蛋，哎，你是什么？我叫小宝贝啊，对啊，你们都属于小宝贝啊。好运来还没唱过，我们等一下来结束的时候来唱一下好运来，我等一下1:10会念榜。的抱歉，奔跑在街边，哦，街上。Louder voice 二，还好没有错过，还没。飞宝宝的话是什么 ？Baby flying 还是 flying baby 啊 ？Flying baby 我觉得不错哎，飞宝宝 flying baby 我觉得不错。分贝的话是什么 ？Dis
吗 ？Dismal 吗？是这样吗？其实是 Shut up, Julie. No, I don't want to shut up you. 现在在干嘛？现在在想英文名字。所以查理丘是什么？丘 Charlie Chou. 没有，你还好，你就是 Charlie Chou。请叫我 Flying Riri。你是 Flying Riri 吗？Decibel 是这样吗 ？Judy 点点 ，Charlie， 你是 Baby Charlie， 查理宝宝 ，Baby Charlie， 还是你要秋 Baby 秋 Baby 秋秋也不错哎 ，Baby 秋秋 ，Judy 点点，原奶宝呢？原奶宝 ，Milk。Baby Milk 院 ，Baby Milk 院 ，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阳公公 ，Hello 壮宅男，很壮哦，很壮哦 ，Hello Will，Julie So， 为什么是 Julie So？ 为什么？你是 Baby Charlie， 对，你是 Baby Charlie， 没有，你是 Baby Choo Choo， 查理丘，你是丘，所以你是 Baby Choo Choo， 听歌 ，Hello 龙龙，陈呢？陈宝。城堡 castle baby castle 等等，这里怎么变得那么国际化了？对，我们今天来 Julie 胖才对。Julie 胖 no Julie 没有胖， Julie 瘦， Julie 瘦， Julie 蹲， Julie 蹲， Julie 蹲完 IKEA 蹲。 Very international， 我们很 international 呢，笑死。 Hello CCC，你是 Baby Milk 奶院 ，Baby Milk 院，差点说 Baby Milk 奶，国际台对，思源呢？思源，哎，你是 Baby 院哎，你是 Baby 院哎，思源，我现在才发现，我拒绝蹲，笑笑了 ，Baby Smile，Baby， 我觉得你可以 Baby Face， 我觉得笑笑宝可以 Baby Face。对，你要叫 baby 啾啾，我觉得你可以后面就写查理丘啾啾，这样以后就可以叫啾啾宝。我只接受宝，所以你是 baby 宝 ，baby shark，baby shark， 哎 baby 甩泥，甩泥宝啊，是甩泥宝，是 baby shiny baby，shiny baby 好了，对，你是 baby 圆 ，hello me， 对啊，因为你是笑笑宝，你是笑脸，所以你就可以 baby face。baby 笑脸，笑笑笑笑吧 ，baby face。我不会看 KK 音标，我只会自然读音法。Hello 沙友，可是自然读音法有时候又是不对的。还以为是说我嫩脸呢，没有。笑笑是 baby G R 吗？我是元宝，对，你是元宝。其实笑笑鱼根本没有笑过，造谣。那怎么办？那所以 baby cry。Hello 黑冰室 ，Hello 四五一 ，Hello baby 啾啾 ，baby 滴滴三九，哎，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baby 渣，我觉得我 baby 渣不错 ，baby 渣。你是做错了什么事吗？婷哥怎么了？我改名字改好了，好 ，Hello 泡泡，泡泡是谁？Baby cry， 没有笑 ，Baby cry， 拜拜飞镖，哎，飞镖是什么啊？飞镖的，飞镖的英文是什么？我没有用过飞镖的英文呢，没有啦，没有啊，狗腿下面的被截图，什么意思？很完美子，对啊，飞镖的英文，不知道，有人知道吗？飞镖的英文。帮我查一下好吧，我真的没有用过飞镖的。飞镖有人在用是什么？我只知道日文是看不懂。水泥宝我看不懂。Darts 吗？是吗？是 Darts 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啊是啊，所以是飞镖是 Baby Darts 吗 ？Hello 帅气男神帝王火箭兔 ，Hello 火箭兔，是 Darts 吗？B B L 是什么？偷偷讲，你是 baby 偷偷拖拖宝，
组织要不要跟莉莉还有泥岩组一个 PP52 是什么？飞镖就是手里剑，哦，就是 darts 是不是？这就是 darts 是不是？所以是 baby darts， 好 baby darts， 拜拜，赶快去上班 baby darts。偷偷讲 baby Toto Fibio 是什么 ？Fibio 是什么？那是什么？偷偷讲。哈？罗马拼音啦！我不会罗马，罗马拼音是不是？罗马拼音，我刚说什么 ？DD 五二就要有 PP 五二啊 ，PP 五二的 ，Oh my god， 对不起，我看不懂韩文呢，我只看懂什么拉什么沙当什么，沙当，不知道，不能再多打查理丘了，字数超过了。好吧。托托宝是什么？怎么听起来像支付宝？支付系统？你是 baby Toto， 飞镖哦，飞镖，飞镖哦。对不起，我不会看哎。天哪，我真的好烂哦。所以飞大就是飞镖，飞镖镖。所以没有，他就是 Flying Baby 了。那句韩文的意思是我最爱的公主哦。乔尼吗？是乔尼吗？제가제가사랑해는는吗？是는사랑해는공주是吗？公主님是这样吗 ？Fibo 不是 B 偶像吗？哦什么哦？噔噔噔噔噔，有最实的世界。哈 ，Fly Baby 怎么了？这个天气真的好想睡觉，好舒服哦。Hello 旅馆 ，Hello 外星人，欢迎外星人。嗨嗨，旅馆，旅馆的英文是什么？肚肚跑出来了？哪有？没有跑出来，吓死我了。肿了，睡了啦，真的好想睡哦，而且好冷，冷到有种快要冬眠的感觉。Can 吗？Can 就是挂是不是？哦，你就直接 Can 了。Baby Can， 睡吧，肿了，我刚看成肿了，谁肿了？我没有肿。L 什么 ？Almond Can。Almond Can 我发现祖祖素颜跟化妆没有差欸，我今天有化妆哦，啾啾，祖祖直接冬眠，真的超好睡的耶，熊才会冬眠，长颈鹿不会，祖祖也不会，兔子会，颜值祖会。阿鲁米是什么？阿鲁米 can 啊，阿鲁米 can 啊 ，sorry， 可是应该只有淡妆而已。对，假上庭二 kg 是什么 ？Baby handsome boy， 应该是 baby， 没有，你就是 baby tree 啊 ，baby tree baby 对 baby tree，baby tree， 女的话是 al 阿鲁米哦，哦是阿鲁米是不是？我真的没有用过女这个字哎。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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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hark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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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我是什么？我是 baby Julie， 我是 baby 圆圆 ，baby 啾啾。哦，怎么办？都跟你们撞了，我要想一个不一样的 baby。哦，没有，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 high voice， high sound。Baby 圆圆 ，Baby good luck， 哎，我觉得可以 ，Baby good luck， 好，我要来好运来了，我要来唱个好运来了。
Come good luck。来喽，各位。Julie Fat 才没有了 ，Julie 瘦好不好 ？Hello John， 好奇怪。Baby Pig，Baby Julie，Baby Giraffe。Hello 古早人 ，Baby 菲特是什么？人家才没有菲特嘞。I speak louder。再吸个空飘的爱，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常常在。你一生的梦为了笑逐颜开，大家中国节，青春风见个彩。愿做我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越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星芒发大红四海。嘿嘿嘿，是吼，为了好运来吼，啾啾。声音再调大声一点，最大声的你，糟糕。再吸个空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全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大家中国节，青春风见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舞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希望发大红四海，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什么？谁挑了一个奇怪的时间？你说挑了一个奇怪时间进来是不是？谢谢甩泥巴、哦，飞宝宝，你怎么会扛不住呢？才不会嘞，你一定扛得住。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一直好运星光发大红四海。唱完了，开心不行，专心去上班，因为我要念榜榜了。开心吗，各位？我觉得你们也很开心吧 ，Kiki。来了，念榜榜啊、哦！发生什么事？谢谢第十五名多多，第十一名、第十四名哦。我今天怎么一直没有跟胡月卓也聊到天、啊？胡月卓第十四名多多，第十三名甩泥宝多多多，第十二名新鲜柠檬多多多，第十二名第十一名素宝宝多多多，第十名六五八多多多，第九名志伟哥多多多，第八名 WZI 多多多，第七名小星星多多多，第六名付伟多多多，第五名 Only 多多多，第四名嘎逼多多多以上。第三名晴晴嘟嘟嘟，第二名小蛋糕，谢谢小蛋糕，谢谢你。第一名鸡尾包，谢谢点点的包，谢谢你们，嘟嘟嘟嘟嘟耶。那个人真的跑掉了耶，真的假的啦？哎，干嘛这样？我唱好运来怎么了？怎么了？唱好运来怎么了？明明就很好听。说不是我们，他撑不住。好呀，好呀，九柱一定要拍一部好运来搞，笑死，是宝宝。
a shot of whiskey. 变得分离感，都不叫靠 Mary Juice。他好可爱，敢出门念榜2266，哪有2266 ？C C C， 留在这里都真爱。好运来自压轴歌，压轴歌不是走，压轴歌他太嫩了，不懂得欣赏。Ricky 为什么是 Ricky 断勾勾吗？直接 solo 新年大碟，祝他好运来。Hello 小云朵，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太冲动了，就这样走掉了啦。Hello 马佑星，什么什么什么，一什么什么，你好。Tonight, be out tonight。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哟。我今天很开心悠悠，我刚刚也走掉了，不用担心。那我没有眼光就不要理他了，他怎么会没眼光？他说我很美。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我要乖乖去那个了，我要当乖孩子了。思源拜拜，好了，我也要上班了，上班加油，上班加油。谢谢 baby 啾啾，不是我叫他没耳光，对他没有耳光。树宝宝拜，四元拜，主动重新背五十音一百次，拜拜。In you， 怎么办？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谁。Be out tonight， 我要去上课，啾啾拜，涛哥拜，四元拜，是四元吧？晚安梅子拜，飞镖拜，月儿拜，拜拜，飞镖拜，飞宝宝拜，嘻嘻嘻，我要去当乖孩子呢，嘻嘻嘻，贾廷哥拜，小白兔拜，这个名字是指麻油的新粉丝，好，小一拜，麻油的新粉丝，奶宝拜，古早古早味拜，啾啾拜，小一拜，阿努纳奇拜，古早古早味拜，好，树宝宝拜，赶快去吃。如歌拜，成拜，哦，你是幻影战士，我记错了，对不起，幻影战士拜，幻影战士 sorry， 辛苦了，新鲜柠檬拜，点拜，我会想你的，谢谢，谢谢秋，洛瑞小拜，甩你宝拜，壮拜，嘻嘻嘻拜，壮宅男拜，晴晴拜，小蛋糕谢谢你拜，妈咪拜，妈咪都没有在专心听我说话呢，妈咪拜，下礼拜才能再上来了哟，好，听歌加油拜，拜 Ricky， 八八八改成这样这样是啊，因为我西恩很喜欢乱改名字，我以为是西恩，妈咪拜。听歌拜，欢迎战士拜，阿明拜，大家拜拜，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拜拜，妈咪拜，谢阿明追踪，拜拜，拜拜拜，嘻嘻嘻，拜拜如歌，好，你们也要开心哦，拜拜。